我们看一下这题目，设 sigma k 从2到 4， 对 ak 加 b 求和是等于93， sigma k 从0到 3， 对 ak 加 b 求和是等于70，求数对 ab 是多少。那么我们由这是 sigma k 从2到4对 ak 加 b 求和是等于93，那么我们得到 k 以2代入，这是 2a 加 b， 再加上 k 以3代入，这是 3a 加 b， 再加上 k 以4代入，这是 4a 加 b。 好，那么这等于93，我们可以得到这 2a 加 3a 加 4a， 这是 9a， 然后加上这 b 加 b 加 b， 这是 3b， 那么这是等于93，我们得到第一个式子。那么接着再由这是 sigma， 这是 k 从0到3对 ak 加 b 求和，这是等于70。有的式子我们可以得到 k 以0代入，那得到这是 b， 加上 k 以1代入，这是 a 加 b， 再加上 k 以2代入，这是 2a 加 b， 最后加上 k 以3代入，这是 3a 加 b， 好，这等于70。那么由这里我们得到 a 加 2a 加 3a， 这是 6a， 加上 b 加 b 加 b 加 b， 好，这是 4b，这等于70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式子我们现在去解联立，那么由这个式子呢，我们等到两边先同除以3，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是 3a 加 b， 这等于这是31。那这里呢，等到两边我们同除以2，那么会得到这是 3a 加 2b， 这等于35。那我们这时候假设这第一式就是第二式，所以呢，由这第二式减第一式，那么得到相减呢， 3a 减 3a 消掉了， 2b 减 b 这是 b， 那么这等于35减 31 这是4。所以呢，我们以 b 等于4带回第一式里面，那么会得到这是 3a加4是等于31。那么试一项过去，我们得到 3a 是等于31减 4， 这是27。所以算出 a 是等于9。所以呢，我们回答 ab 这数对为9、4。这个答案